对对对，我有点少，我刚刚讲错了一个。还有一个小弟你可以学习的，就是因为那个他把以前的。台湾的这个六龟育幼院合唱团呢，是从台湾的高雄县那边来的。那这个合唱团已经成立应该有十几年的时间，在牧师的寇顺举牧师的带领之下呢，这个合唱团已经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一个合唱团。那对他们来讲，跟对我们听众来讲，我想一个很新的感受就是说，这些孩子他们在那里是，其实就是说家庭是有一点状况的，比如说爸爸妈妈不在，那他们在这个育幼院里面的这些师长的照顾下长大，同时也让这个小孩子能接受到这个音乐的熏陶，在寇牧师的带领之下，所以呢，每年大概寇牧师都会带他们到世界各地去做一个文化的交流，那今年刚好来北美，所以我们就也很荣幸可以请到他们一起来做一个演出。团员的背景，这次来的大概以高中国中生为主，然后他们都是在这个育幼院里面呢，有等于是老师在教导，那牧师寇牧师本身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老师在指导他们这样子，对。